品牌呢，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呢，它的重要性应该有五颗星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有了一个品牌的一个打造，然后呢，把它强化出品牌的一个核心价值的时候呢，你所有做的行销活动才会聚焦，才会有意义。那透过这些行销活动，这些聚焦的一些量能呢，消费者对于这个品牌，他才会有记忆度，你才能够在众多的品牌中凸显你自己的一个位置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才能够去让这个企业呢，不管是在形象上，在消费者的认知上，在营业额上面呢，都能够获得一个最大化。所以品牌的打造，品牌的不断的一个renew，或者是品牌的一个再造呢，其实是必须要一直持续进行的。打造品牌过程遇到的挑战我想应该是凝聚共识的一个过程。好，因为呢，在一个老品牌的一个框架下呢，我们会发现整个公司不同的成员对于这个品牌的概念，对于这公司的核心价值，它其实是有不同的解读的。因此，怎么样让全公司呢能够得到一个统一的共识？那这个部分呢，我觉得对内来讲呢是相当需要花时间、花精神去做整合的。那这个部分呢，一旦能够去解决，能够去突破，那其他的部分，例如广告，例如和怎么样呢去改造商品，我认为其实都比较简单。因此，怎么样取得公司内部的共识，然后找寻到公司真正的核心价值的这一块，我认为是一个最大的挑战。参加品牌计划的收获呢，我认为呢，最大的收获是，公司所有的人，从老板到我们前线的员工呢，都获得了一个重新审视公司核心价值的一个机会。那因为我们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，我们得以带着这样子的一个认知、新的角度呢，去发展我们未来公司的一个品牌，那让更多人呢能够呢正确的了解我们呢公司的核心价值。那我们也希望未来的公司能够做更多的产品，然后帮助到更多消费者的健康。谢谢。